今晚就买八千七九，像我今年八千岁啊。望看安尼，我搁抽签签去起个庄仔厝吼，看庄仔大大甲老无？啊，等伊去家己啦。啊，你啊准备甲比比哪个所在够有法度生活？其他个所在我嘛无当去啊。嘛是无对，人啊人啊大啊。伊种要起卖关的吼，阮征收的保险金哦，甲赔付一半。哦，阮拢出三百块万，啊，一间要两百万。